我真的觉得我以后教小孩一定会很惨。天哪、啊！想到想象到，如果是有个小小雨的话，哇，一定很恐怖。而且我小时候超凶的。所以教别人小孩就好真的不会啦，我们现在都在教小孩，摔他们之类的吗？不要再聊天，是教育小孩我也忘不了，我有一个国小同学之前跟我讲一个超好笑的事情。嗯，就是我那个国小同学，我后来就是中间毕业之后就没什么联络，然后到高中有一次就聊天，就是刚好去他们学校校庆，然后又遇到他这样，然后后来就在聊天，一个男生，然后就聊聊聊聊，然后就聊到我们国小的事情，然后就跟我说，哎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国小时候我喜欢过你，可是你那时候太凶了。啊、笑死你！直接讲说太凶了。我不是，我就想说，我以前到底是多凶啊？太好笑了吧？直接恰北北一波。然后后来想想，好像也是啊，我就是每节下课负责把男生追去厕所，不让他们出来的那种人。好凶哦！恰北北代表。这是最佳代表哎、欸！哇塞，超好笑的。算了，我现在看一下怎么备份好了。我把鱼有星星的全部卖掉。嗯，有星星的卖掉。对啊，因为我们解任务顶多只会用到一般的鱼啊。哦。啊、有星星的，我们现在也不用了。高价。我们现在九甲路线。赚钱，赚钱。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好笑吗？我真的是自动得知这件事情之后，真的觉得太好。删除残留档案之前，太凶，很好笑哎、欸。是吧？好啦，你们先看一下 GIF 图啊。退回去。弹性又断了。嗯？我想对啊，试试看那个火舞给的方法。嗯，那煤炭在谁那？还是在我这。啊，我上，我上线，我上线。十一点了，先睡觉。还好刚刚没有冲动偷偷买大包包。对啊，我跟你讲，不是最凶的时候啊，最凶是国中的时候。叛逆期，直接拿刀砍人。没有，国中跟同学吵架都把同学桌子摔出去外面。哇塞！我把丢到走廊，超凶的。我觉得你不用凶啊，你的脸看起来就很凶了呢。对啊，我不笑的时候就看起来就很凶啊。我是一脸看起来心情很差的样子。干嘛？他惹到你了？我以前遇过一个女生很凶，凶到是会咬人那种。太凶了吧？不会，我不会想去咬人。早上六点，来煤炭来了。然后煤炭要走了。哎、欸，那个要，啊，我帮你们收一收好。我说要蛋黄酱的，自己今天收，帮你收一收。哎哎哎哎，没事没事没事。退回去周密尔，我到，我国中倒是有拿笔往同学背上插下去过。哦、好坏呀、哦！哎、欸，我小二的时候被隔壁桌的女同学拿自动铅笔插头、欸，哎。啊！哦、no！ 然后那时候摸下去真的有流血，然后没跟老师讲， no， 也没跟家人讲。我不会伤害同学，我只会把我都不会造成人家的直接人身伤害。是精神伤害。我会造成他们的精神跟那个物品上的损失。我不是肉体上的损失。Steam APP。翻男生桌子，就是对啊，就是那样，只是我比较凶一点，把他翻出去走廊上。EAV。翻出去走廊上。是的。他长出到第二上古第二阶段了，然后到高中之后就没有做过这种事情，因为高中下课我都在睡觉。什么？哎，火舞你给的路径跨步哎。哦，没顶哦，这样不行哦，把男同学的包包丢进垃圾桶。
怎么？我们都是把男同学丢进回收桶。直接整个人丢下去了。不是，因为我是那种大的回收篮呢、啊，然后就是然后每次下课，大家都忙忙完，然后就把人推进去回收桶里面。很坏、欸，超坏！不知道、啊、我也被推过啊，又不是只有我把他们推进去。天哪、啊！我年少轻狂，我一定是在我年轻的时候把我所有活力都用光了。我现在已经开始进入一个就是你知道修养的阶段。欸，小雨，你知道之前 mod 都装在哪吗？之前的 mod 装在就是那些、欸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哦。我记得我之前就没有装 mod 啊，所以我不知道在哪。就你那个啊，只是改外观的 mod 啊。你说只是改外观的那个吗？你就在游戏 Steam 上面按右键内容啊，就可以看到它的路径在哪里。我正在里面啊。然后你是要改什么？没有啊，我要删掉备份啊。删掉备份，看看哦。开启本机资料，应该删掉备份。我不知道它的备份会备在哪里。备份游戏档，我看看。我以前都在真的蛮常跟女生打架的。哦，他在那个啦，应该是如果你没有调过路径的话，在。哎呦，没有调过的话，在这个。在 Steam 的那个备份里。嗯，你打在哪？欸，我贴错伺服器吗？没有，在上面麦块那一栏。哦，我说在麦块，预设不知道为什么在麦块。会心理医。为什么在洗草啊？我们是不是男生比女生少？没有，我们班高中的时候是差不多，男生跟女生差不多多，而且只有我们那个科是男生跟女生差不多多。其他都是女生多很多。先移除游戏。我高中没女校，他没有男同学可以欺负，就收敛了。哇塞！那正刚好啊，等到你大学，现在被人家欺负，刚刚好的呀、啊。均衡、啊。不要啦，不要啦。一个比一个。不是啊，那个时候那个不是就是霸凌那种就是大家都笑一笑去，然后把人家推进去，然后就白痴哦，你怎么会把我推进去，然后就把人家推进去的那种。我记得看就是国中的时候也是看人家那边吃香蕉，然后吃的满嘴。哎、欸，等下陨石又有了？陨石吗？又有陨石啊、欸？就是人家吃香蕉，他吃的满嘴，嘴巴鼓起来的时候。我就跑到人家旁边，把那个嘴巴按下去，那个东西就直接吐出来。好坏哦！我觉得你这比较坏，好吗？然后他们旁边女同学就听到就啊，哎呦，超好笑。我觉得这比较坏，不行，不能浪费食物。坏的点是不能浪费食物，完全不懂同学的心理阴影面积。你看人家嘴巴鼓鼓的，哦，他们咬咬咬，然后嘴巴好鼓这样子，然后你给他嘴巴那个手按下去，脸颊那样按下去，就过去，哦，没有就过去，然后说好可爱哦，然后就揉他的脸，超过分，超过分，哎呦，大错特错，不要，通常那种都只有跟够熟的人会这样。就是你知道你翻完之后他不会跟你生气的那种。不然就很尴尬了。之前还有一次是那个你们有遇过都最尴尬的状况。什么？就是可能以前叫错同学名字还是怎么样的，你有遇过吗？哦，叫错同学名字很长啊。因为我以前有一个同学叫睫毛。绰号叫睫毛，然后我那时候就都会就是平常就睫毛这样子，然后跑冲过去拍他肩膀这样子。叫错人了。就有一次，就在楼梯间，然后看到背影有一个很像的同学，睫毛，然后这样两步那跨楼梯的跨下去，要准备去跟他拍他肩膀，因为那人一转头，不是，然后我就睫毛，我睫毛好痛，我睫毛好痛。你这太欲盖弥彰了吧？
的要更往前再冲一点，我觉得可能没那么尴尬。不知道，因为楼梯间是一个旋转啊，啊，那个楼梯就只有他一个。哦，那就尴尬。那这怎么尴尬的？睫毛好痛。哎呦，你这太尴尬，对不起。哦，我永远记得那一次最丢脸的。是我认错人还好，就是都会叫不出人家名字，特别是全名。杰瑞变杰克啊，杰克变杰瑞。没有，有时候是全名叫不出来，因为大家不是通常都叫就是叫错号吗？然后有时候老师有时候就问我说，就比如说，那个班上那个谁谁谁啊，怎样之类的。然后我觉得，那个叫错人家名字，然后又不能跟老师直接讲错号，老师不知道是谁，然后就那个，对，我知道就是那个几号嘛，对，我知道，叫不出来，超尴尬的。虽然说我之前是副班长，常常去跟老师报告东西，然后我在那边，那个不出来。嘟嘟，我就当一只钓鱼，钓到晚上，叫不出名字。可是我到后来都是，那个谁，对你过来。我靠，也太凶。你对，他说啊，谁我吗？对。我因为我太常叫不出人家名字，班上同学都已经习惯了。以后我跟你讲，叫我不知道叫知道谁的时候，你就说：“欸，帅哥！”很瞬间五个人回头给你看，超多人回头，叫我吗？抱歉，是我吗？欸，美女，瞬间刷刷刷，安，嘟嘟，嘟嘟嘟，啊，晚上了，翻了28个面包。业绩不好。杰瑞明天可以去领稿子。我现在在耍废，直接睡了，从早上睡到下午。班上老大不是啊，我只是跟高中那时候跟班上关系比较好。拜托。高中就是一个年少轻狂的时刻。真的。以前高中我也是坏坏的，高中高中都坏坏的。哇。上课都。不，我高中那时候就是一直在睡觉。我高中的时候我还是图书管理员呢。图书管理员太帅了。那你会拿附魔书吗？对啊，所以你是收那个吗？你会拿附魔书吗？所以你有经验修补吗？难怪你学村民学这么像。我要买剑啊！就以前就会就是说，不是上都有那种50块的那个 seven 那个小说吗？那时候买很多这种的、啊，而且又很好藏，偷上课偷看很方便。然后每次就是啊，看完一本买新的，看完一本买新的，然后我的后面那个柜子。柜子比较深，然后我们外面那一层就是摆一般的教科书，然后教科书的后面就放一堆的这个小说这样子。啊，我们那个柜子都不行，我们柜子就是定时会有人去检查。啊，我们是那种拉开的那种柜子，我们后来就是新教室的那个柜子，哦，就是一定会有人去弄，要不然就是大家在里面放超重的书，超沉，然后就是一塞进去之后不会拿出来那种书，然后每次要搬教室的时候。就搭那个书柜都坏掉，因为我是拉的那种啊，然后拉抽屉就怕拉不出来，然后就硬拉，然后那板子就坏掉了，超搞笑。而且我高一的那间教室是原本就是其他的那种，就是那种算什么、啊？就是很像原本是科任教室那种，所以那间教室是一般教室2倍大，然后就后面超空的嘛。然后我们之前就是一年级有拉拉队。那我们就直接在教室练拉拉队，超好笑。我听成一年级有拉拉练，不是啦，之后不拉了吗？等一下，几年级都有拉拉练啊？不好说哦。我之前高中很多都故意不拉拉练的呢。真的
假？为什么？连拉链上面的扣子都不要扣的那种。哦，扣子不扣可以理解啊。嗯啊，就跟不想扎衣服那是一样的。啊，就那阵子喜欢垮裤嘛。对啊。扣对几不在嘛？那个那时候讲法。扣对几？哎、欸，就真的就裤子就垮垮的，但扣对几不在。哦，对啊，抽屉放食物的也很多，可是我们通常都是拿来放那个我们的那个皮鞋。我们皮鞋使用率真的太低了，大概两个礼拜一次吧。皮鞋我们会用哎、欸，我们还蛮常用的。不是因为我们的那个，因为不是有那个什么军课还是什么，那叫什么忘记了。然后反正我们那个教官就是人很好，因为就是上室内课的时候他就说啊没差啊不用穿这样，然后几乎有八成都是室内课啊不用穿。你只有出去二年级要去打靶的时候有在穿。以前超麻烦呢、欸，然后礼拜三你要穿制服、啊，制服就一定要是那种有皮鞋，然后那种很紧的那种制服这样子哦。是。还有我们就是，反正就是你升旗就是要整，就是要穿皮鞋，啊，其他的话就穿制服、哦、真的假的穿运动鞋的。我们学校连裙子都可以不用穿。升旗那天一定要穿。裙子都可以不用穿啊，你穿内裤啊？没有穿长裤啊，穿冬天的长裤。哦，我这刚刚讲，我以为是不用穿裙子，直接内裤到处跑跑照。对啊。是啊，不是啦，是可以不用穿，就是蜜蜂超人不一定一定要穿裙子。哦。我觉得你讨厌穿裙子啊，很热。你知道学校的裙子就是，知道那个长度又很长，没有不是裤裙就是裙子啊，百褶裙。百褶裙真的是全世界最热的裙子哎、欸。就是没有办法，然后长度又很长，又一定要就是最短最短，只能在膝盖上面不到五公分，三公分吧。记得那效果要三公分，很热哎、欸。记得那时候不是看到一堆人，就有时候女生都会在那边扇来扇去，就裙子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我们都是就是里面会穿短裤嘛，然后上课的时候，你就是如果你从教室后面看过去，就看到所有人都把那裙子往上折，折到跟短裤一样短这样，太热了。他们直接把裙子折起来。然后自从我们一年级下学期发了长裤之后，我们班就再也没有人穿裙子了，只有重大集会一定要穿的时候才有人穿。谁啊？卖石头、石砖、石墙？我做错了。我记得带零食的很那个哎、欸。酱料女王。就是我们之前就有那个啊，班上然后。就是塞面包在抽屉，结果发现的时候里面长蟑螂，超恐怖！哎呀，超恐怖的！桌上长蟑螂，抽屉长蟑螂，那个超恶心的。不是不是，它是一个面包，然后没有拆开那种，然后后来终于发现之后，就塞在那种没有用的抽屉里面，然后终于拿出来之后，我看到里面长蟑螂，超恶，好恶哦、喔哎，超恐怖的，超恶心，超恶心。欸、所以你们弄 工具弄得 OK 吗？杰瑞不是要去拿那个？啊，我要去拿。我正等你们了，我现在整个是小废物了，斧头也失败。等九点。我爸爸寄了30块石头给我。哇，粉红色蛋糕哎、欸，还不卖掉。哇，我帮你查一下。欸、所以我的水壶在哪里啊？在小云那。在我这里吗？变成铁了吗？啊，我没有去领回来吗？没有。哎、欸欸，哦，是我还没领回来哦。好，我去领。换你断线喽。我好像跟杰瑞同一天放。换你断线喽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原本那一天要去拿，然后结果那一天有面包。可是我如果断线再回来的话，面包就没有了。所以我就没有断线，然后我就忘记了。嗯，我在你们班上一定会造成大恐慌。我在还没有大学出去自己住之前，都超怕蟑螂的。我是会尖叫着，比如说我之前有一次在浴室，就在我们家二楼浴室看到蟑螂，然后我就尖叫着跑到三楼房间，然后发现不对，那是蟑螂在那边，我要洗澡，然后我就再冲去我爸他们房间，跟他讲说，而且我一边哭一边跟我爸讲，爸爸，那个里面有一只蟑螂，我不能洗澡，你去帮我杀掉它好不好？干！而且我那时候还没有关麦，导致我那时候被我们阿西的人笑了很久，超不爽的。刚吃吃饱，然后回家，赶快登，赶快登出。
先回家放。可是自从我自己出去住之后，就没办法，因为你是在自己住在外面，没有人打那只蟑螂的话，那只蟑螂就一直在那边。我是直接遇到那种超大蜘蛛，那种拉牙在墙壁上爬。那时候好像那时候我最早是从厕所看到，然后就直接冲下去楼下拿那个杀虫剂，拿上来到厕所的时候，直接就对着它喷了半罐嘛。哎、欸，我看到蟑螂也是这样，半罐。然后蜘蛛爬出来，爬到我房间，那时候超级不敢回去房间的。后来是我姑姑吧，就好了，顺便的就帮我来看一下，结果那个床铺一拉开，它已经死在那个床铺底下了，已经死了。喷到死！我也是会，就是拿着杀虫剂狂喷，喷到它真的一动都不动，然后再用扫把把手。那个回光返照。不，我真的是确定它已经死了，就是它已经淹死在那个杀虫剂里面了。你觉得不是毒死，是淹死？我已经淹死了。我的杀虫剂耗量超大了。你就只把头给扒开，或者怎样把水浇在上面了？没有啦，就是一直拿杀虫剂一直喷它，一直喷，一直喷，一直喷。哟，我放在箱子里的那个要杀水杀虫剂吗？不是啊，杀水器啦。你先登出吧。杀水剂。超恐怖的！我那个真的是被震撼教育。我大一的时候新搬进去，我那个新的书。然后就有一只超大只的蟑螂直接爬进我房间，吓死！哎、欸，超可没有哎、欸，我不能再拿嘞、欸。嗯，我登出断线再进来也不行吗？不行，你不行、啊、哦？为什么不可以？哦，我掉到了化石，直接海王星之刃，我直接这样子，直接以及财宝箱，哇，里面塞满了财宝，肯定能卖个好价钱。好猛啊、哦！我第一次掉这个东西耶、欸，那好帅哦！我看一下，帮你看看多少钱。顶级财宝箱。财宝箱。开直播打蜘蛛，对，那时候我就玩开直播打蜘蛛。啊，是什么、啊、收集？宝箱，看看。哇，可爱！再试一次。这小雨刚刚可以？可以啊，我已经顶了。哎、欸，那你这次还可以吗？因为我哎呀，顶了。不行了，我不能再拿了。我不能再拿了。我真的觉得钓鲤鱼是最好冲技能的、欸，你就钓到之后，你两手放开钓得到。哦，对了，昆虫我只讨厌蟑螂，对我也是，我其他昆虫都不会怕。对其他虫我都蜈蚣昆虫，蜈蚣我也还好。那你敢抓吗？对的，可以啊。哦，哎，不是啊，你不抓它就在那边，不是更恐怖吗？它一断串哎，不知道。好久没去找老婆了。哎呦，对，好久没有抓蜈蚣了。不是啊，好巧哦，好巧哦，好巧哦，好久没抓蜈蚣了。你也喜欢蜈蚣吗？我也是哎、欸。哇，你家也有蜈蚣吗？我也是。你家也是哎、欸，好巧哦。好恐怖哦。你们现在手上武器等级几啊？哎，跳跳武器等级哦，嗯，森林之剑等级五啊，森林剑五，哇，掉到等级七耶，
过火钓到哦，钓到的啊。哎、欸，你好狂、啊！哎、欸，拜托，我现在去那个冒险者公会，他还说这只适合真正的冒险者。你是还没打十只史莱姆吗？我连空，我连洞都还没进去过、啊。哇，好猛啊！直接钻一窝。我看到蜘蛛也都会把它放走。我跟你讲，我蜘蛛是益虫啊。对啊，没有，我告诉你，特别是拉雅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它会吃小强啊。对啊，我觉得这世界上会吃蟑螂的所有生物都是好生物。宁愿留着蟑螂，你不要来啊！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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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定要放放。这不一样。不是啊，拉牙又不会主动攻击你，可是蟑螂会乱爬爬到你手上、欸。蟑螂也不会主动攻击啊，拉牙会攻击啊。拉牙不会，拉牙会跑。拉牙不会，拉牙通常看到人就跑。他怕人，他顶多就放在墙面上，不会。我操！直接冲向我哎、欸！你要杀他哎、欸！我断了。是刚好往你方向走。刚也断了一。我以前会抓跳蛛来玩。嗯。那你恶心。弄完。不是跳蛛，是那种小小只那个、啊、没有杀伤力的那种。嗯、对啊，那个很恶心的嘴巴，一动一动一动，都最恶心的。不会啊，哎、欸，很多人养那个当宠物哎、欸。我要当，我要跟这种人绝交。什么神奇的派对？你说。是啊，就，哇！我觉得世界上会吃蟑螂的都是好生人吗？蟑螂是中药材、欸。哦，不要！我他妈一定不要吃到这种药材。吃蟑螂感觉好可怕、哦。而且现在很多鸡饲料都有蟑螂呢、欸，都是改用蟑螂粉什么的。因为蟑螂它蛋白。我是知道很多人养龙鱼会喂蟑螂，对，不是喂龙虾吗？不是，不是龙虾，喂龙虾，红龙还是什么？红龙，红龙啊，喂那个啊，红龙啊，喂蟑螂，不是吧？蜈蚣吧？蜈蚣吗？我怎么记得是喂蟑螂？蟑螂都有，都有跳蚤，不是跳蚤，那叫什么蚱蜢？对，就是那一类小型的。我知道很多人在养啊，就是养那种无菌蟑螂之类的，可是我还是觉得很恐怖啊。我知道不是好像有个什么科系在研究蟑螂，那时候看 YouTube 看到的，他就说就是昆虫的那一种。喵哈，喵哈，对喵哈。他好像就是说什么要把蟑螂当宠物带回家养一两礼拜，然后结果那个。研究回来发现，还有女生是养到有感情，不想给还老师。不要，太恐怖了。要不然还回去好了。怕爆！真的是有看到影片。我如果是同学，我一定要说你这么喜欢，是不是？来来，我自己也给你养。有订阅干爹，有订阅的人记得先去密管理员，进到赖群。进赖群之后，赖群上面会有记事本，会告诉你怎么进 DC 群。啊，第一次行就是伺服器都在上面，然后会有下一个任务，你就可以解那个完成就可以进 RC 群喽。对，没有这东西，你就可以完成任务，一条一条解就有成功。啊，我这边有新干爹的，记得私讯我，会给你打怪任务。没有，会可以进 DC， 可以听。没有画面的吃鸡广播，他们超好笑。那我在跟吃鸡，那我会挂在我那边 DC 里面，然后就进来十几个，然后全部关麦，然后听我一个人在那边吃鸡，然后没有画面，这样说你们在听广播、喔，太恐怖了吧？虽然是广播，还超恐怖，还突然尖叫。冲等好没意义哦，冲上去就断线又没了。QQ 永远卡在钓鱼室等。对，还可以听唱歌。有没有驻唱的驻唱？不定驻唱。驻唱呐、啊。小鸟过分哦。我是说驻唱，好棒啊。驻唱。驻唱的驻唱的。啊是啊，我怎么会有布料？哦，千磅，
真棒！等级三，就会很慢的那个啊。我是说驻唱，好不好？驻唱，是他们听错了。原来你是我的猪大哥。猪大哥吗？猪大哥。小时候捉蟑螂到保特瓶里面当宠物养，很臭欸。我就抓过蜜蜂。不行，那种生物放在保特瓶里面太臭了。太臭了。我的是如果放在保特瓶里面的话，我就是被那个疯狂咬保特瓶，就被咬到里面变黄色。好饿哦，好饿，我要吐了。变黄色，你是把它的汁那些都嚼出来了？哦，我吐了，我不行，我要吐了。不行，太恶心了！天哪，好恶心哦！我要吐了。哎、欸，门记得关哦。有啊，你们没有吗？不行，太饿了，不行。什么虫啊？怎么放在保乐瓶里面？你可以疯狂咬，不会打包的。